还有我的舅妈少华，你可以看一下她的照片。对，的话大家彼此拜祷，然后一起读一些经文。好，到现在，所以线上有宇轩，还有少华，好，我舅妈。弟兄奉面，阿门。让真明弟兄先介绍一下，让我们认识。已故门的经理，阿门。然后你是班长，没有，看你降级了。请阿姨好，谢谢你，绩效快到了。我是总经理，叫那个，我们叫珍妮姐，对，她人很好，不会记仇。初步的是主，第二个是因为白夫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一会儿我们等下就来一起呼求主。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只是要说主耶稣我爱你，而且还要一分钟的。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而且尤其是现在的。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，是我自己怎么会就是受洗，怎么接触，就是2017年很惊慌。那因为他一直都非常健康，90几岁，到处跑。我看到爸爸突然间这样，非常的错愕。然后到了这个4月，我要去美国的时候，一上机，他们一祷告结束，马上打电话来问我，老公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然后。我老公就跟他讲一下一个状况，还包括我家里的事，牧师教友他们都很亲切，然后就开始关心我们，叫我们说把烦恼的事交托给神。然后我就说，是啊，你就只是祷告就会没事嘛。然后但是我也开始学，然后嫂子就一直，表嫂就一直鼓励我，因为她是个长老，一直鼓励我说，你就是交托给神，你也不用多想。然后我说好，我就这样祷告。那我不是说我检查什么，就跟我读圣经，他可以不求主理完，然后就开始看黄书，反正他就不愿意，因为他的妈妈是他心目中的神，他妈妈活了101岁，我爸爸在82岁的时候，他才跟他妈妈道别，所以他一辈子能从出生除了读大学时刻，你可能参加过。没有，他第一次来，因为他跟 Alan 是交货的那个休息室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宇轩，你看到 Peter 了哈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Peter。传说，谢谢你，我也谢谢 Thomas， 主啊，主耶稣，释放他前来。能够在他们所需的，对，你全然的供应给他们。阿门。